我代表着阮和平县安遮的协调中心，而且呢，以十二万分的心来甲恁感谢，感谢咱今仔日呢，来自咱各地啊，咱遮个来宾以及咱的各位长官，非常欢迎恁，感谢。我第三号代表县长，欢迎大家吼，组长吼，就参加咱云林县的农机展吼，咱这个农机展是。从七年前开始办吼，啊，今年吼第七年，咱农机吼去馆长进行大家伫馆长内底大家讨论吼，其实对农友来讲吼，上重要的吼，两个单位啦吼，也是讲两个产业吼，一个就是农机的产业，另外一个就是做咱所在的产业，啊，咱是足欢喜的，因为今年我也是差不多二月啊，三月时阵吼，咱理事长吼就来县政府吼，甲县长讨论吼，就是讲咱今年吼，咱要办这个研讨会，要办咧婚礼馆，啊，要办咧婚礼馆吼，咱要甲咱的农机店吼结合在一起，结合在一起，因为对于婚礼馆的农友来讲，咱所谓全国的专家吼，参与在座的各位吼，咱专家不管你是倒一个领域的吼，咱讲植物保护的、肥料的吼，知啊，也是讲农机的，大家做伙的时阵吼，伊是迄、那个。产业聚集吼，就跟咱高科技吼，跟新竹科学园区哦，来讲迄个电脑半导体吼，因每一个工一个行业的不无同的迄个领域的人吼，甲做伙是对咱下游的产业是上帮助上大，所以咱嘛真感谢讲咱的水稻羽毛协会吼，会使选咧讲咱的农民店的时间吼，啊大家做伙来讨论。啊，当然最近吼，咱一寡政策吼，一寡中央的政策吼，对咱农业的部分哦，开始咱来做一寡通盘的思考哦。啊，好比讲咱即摆农地活化这个政策，农粮署吼嘛推动得很认真。啊，伫和平县甲彰化，咱有一个第三下乡的一个政策吼，拢要安怎转做来做一个讨论。啊，我感觉这个议题吼，对咱的产业的影响吼，绝对有。啊，影响要按好的方向行。哦，也是讲较片面、行派这个方面，这个部其实县政府嘛需要咱协进会，吼、哦，咱在座各位的专家，互一寡指导。啊，当然咱婚礼馆，明年年底，十二月二五是个，我们办一个全国的农业博览会。啊，这个博览会吼，我们定调是安怎？这个博览会不是活动，吼、哦，不是四季去游览，我们要宣传的物件，不是一个活动。我们宣传，我们希望表达的是一个理念、一个概念。因为农业这个议题吼，咱大家包装看起来吼，除了你风台的时阵，也是讲你农地的包装要变硬时，咱包装才看有嘛。如果全台湾有偌济人是甲这农业息息相关，尤其是咱农村的依赖，咱足济做穑人，搁咱的家工的产业，伊甲农业关系拢足密切。我是希望讲，咱来办一个博览会，这个博览会差不多有60几天。那在贵港不是活动跳舞唱歌的，吼、哦，我是希望讲透过一个博览会，就一个研讨会，会使大家讨论，连农业不同的领域，大家能够做一个讨论，吼、哦，然后能够做一些好的一些政策的建议。啊，我感觉讲对台湾农业安尼是应该要做的工作。啊，当然在这个部分，县政府这边长期以来吼，嘛、接受咱农业署长官的一个照顾，所以我是希望讲中央甲地方公部门甲咱在座的咱咱水稻育苗，还是讲农机吼，咱在农业这一块的达人，大家能够坐下来，伊也会使是一个全国的农业博览会，嘛会使是一个全国的农业的高峰会论坛。咱是希望讲台湾的农业政策，阮是阮望讲在未来按即摆开始，咱会愈来愈清楚，愈来愈清楚，因为对咱以婚礼馆为例吼，因为农业大县吼，70万人吼，超过一半啦吼，跟农业息息相关。咱今日嘛是就感谢讲，咱协进会做理事长自半年前就开始发动这个研讨会的开会，啊，大家再一次代表县长吼，谢谢大家，祝这个大会圆满成功，谢谢。谢谢。再来呢，咱的新竹县。新竹县。再来呢。咱的苗栗县，苗栗县，过来呢，咱的台中市，台中市，今麦才咧讲的配合咱这管护家吼，都在咧办这农机展的时阵吼，第一点要甲大家讲的，就是讲
伫咱稻米的产业来讲，伫目前来讲是所有的即个建筑内底是上简单的。外口拢咧讲啦吼，敲电话就会通啦吼。你种稻啊吼，唔免讲功夫，啊用敲电话就好。其实功夫拢是伫在做家啦。啊，咱一般的农民拢用敲电话啦。是安怎讲？咱的机械化吼，进展甲真好啦吼。包括为种地、插园啊，甲田间管理吼，甲尾啊收获，甲整个即个烘干吼，整个即个烘干即个切啊，甲结称吼，甚至于我们在冷藏桶内底吼，即整个即个程序吼，都是非常的进步。嗯啊，所以说的吼，个来就是先互大家知影讲，到四年甲七八年吼，即个优良水稻的即个推荐品种的部分，即优良水稻推荐品种的部分。